正是，去给咱找解酒的来。哎呦，神清气爽，是你把咱叫醒的。不过，咱现在得都到卧虎寺内有肉吃，那可得去瞧瞧。 这些烂气啥咱？你想法子，老夫馋的。偶尔吃吃素也未尝不可。事情有了，那黄金，传说中黄金，只是不知怎，适才咱尝了尝。 那古国移民并未君王，来之前，时候到了。适才咱尝了，那古国移民来之前，时候到了。 如此甚好，与咱同赴古国如何？